中學文憑試有72000人，高級程度會考有41000人。每個家長都望子成龍，每個學生都想找到好的出路。在 call center 這裡，一個電話可能只得幾分鐘。我們服務的包括考生和他們的家長，升學及就業意向、學友社放榜輔導熱線、情緒輔導都可以打電話跟我們傾訴。電話的另一邊，喂，我真的不知道應該要怎樣做好。作為輔導員，我們都會認真聽你們傾訴。